半场打完，战神跟海神的比赛哦，海神队是51-40战势领先战神。我记得最近 NBA 湖人队主场的一个比赛哦，这个、中场的一个游戏时间要在中场哦场中间来做 logo shot， 那最后这个球迷哦拿走了10万元美元，哇哇，真希望台湾有一张，太 lucky 了，真希望台湾有这样子一个奖金啊！不过现在场上的球迷，哇，真的很准，他刚才外线三分进了，罚球线也进了，哇，好准哦！对，刚刚主播说到这个 logo shot， 我记得前一次应该是在热火还是什么时候，也是 LeBron 在的一个时候，也是有这个同样的状况哦。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LeBron 在的一个比赛的时候，这个 logo shot 会成功率比较高哦。对，哇哇哇！如果这个现在场上这位女孩，哇，真的打过球哎。哇，这外线的三分基本上怎么投怎么进啊！对，而且他的投篮动作很标准哦，不知道过去是不是有打篮球啦？对，动作非常标准啊！卢选教练认不认出来？哦，这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有点距离，看不到是谁啊！天哪，这个合约赶快签一签！要赶快给我们台湾的女篮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位神射手啊！对 ，WSBL 有没有机会来签一下？台湾直篮 T1 League 于1月12日的一场比赛中，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游戏，邀请一男一女限时两分钟投球。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女球迷，游戏开始时一直没得分，没想到投了几颗后开始进入状况，直接放大招，连续进球。超强的神射手功力让球平经过台湾女篮赶快签1000万。哇，真的，真的打过球啊！哎，我觉得不够，这个奖品不够，加码一下，加码，加码，加码，这个肯定要加码。